Hello， 伊甸园的好朋友，大家假日午安。现在镜头前面的这一颗那个美姿带，哇，那美姿带已经那么老了，你看一碰就破掉了，那你就知道这美姿带好几年了。啊，这是一，一二三四，目前这里有四五颗，四五颗十升的柑橘类的幼苗，那你看都是刺。拢是刺啊，十升的哈、啊，我记得是吃柳丁还是吃那一种，那个什么，木瓜干干嘛类的。然后之后我就把那个种子就种到这个盆子里面。那这个盆子当初这里面还有一颗无花果，那个时候的种的十升苗，我就想说如果到时候有利用的话，就可以拿来当砧木。那今天哈、啊，今天的时间是中华民国112年的4月4号。连假的第四天，我今天就打算我要开始来接这一颗的一个柑橘类的十升苗。要接什么？我们先去取接穗，走吧 ，Go。好，那现在到这一边，这一颗的植栽就是这里，来，刚好所有的果实都掉光了。哦，这里还有，看得出来它是什么，已经软了。金枣 ，get 到没有？金枣，哦，宜兰的金枣啦，哈、哦，这实际上是柑橘类的，而且是现吃，好吃，真的是好吃哈、哦。然后这一颗的植栽是隔壁，哈、哦，婶婶家的。那我现在取一个接穗过去接。那我来看一下这个接穗哈，取一个啊比较本来就要修掉的。好，那我取底下这个枝条，好，取这一只，好，我就取这里。OK， 来，金枣的枝条，好，那这一些都是结过果的。结过果的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 Go 走了。好，那我就直接来操作了哈。这个都是上一季的果实啊，果实，然后已经是残果结束了，那剩下一个果柄了。那果柄在节间里面还有一个叶芽啊，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取的。很明显的看到哈，它还有叶芽啊，就。好像这里面哈，就是果柄的底部，还有一个叶芽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操作。好，操作之前先整理一下这个植栽，啊，这个植栽的旁边这个侧枝我就不要了。啊，侧枝不要。好，那等一下我要打算直接从这里切，
直接从这里切接，然后影响到我操作的枝条，先修一下。好，先修一下。那柑橘类的石生，很明显的特征，哦，硬的、尖的、刺啊哈。那我现在开始直接从这里切断。哦，这拢起。好，接着好，接鞋。好，一个长切面。好，那一个短切面。再剪掉。哦，刚刚切的时候，好，那现在这个地方我已经有一个长切面，然后这里一个短切面，直接插进来。感觉不够深。把这个。那我就再把这里削短一点。啊，再把这个削短一点。好，就这样。哦，柑橘类的嫁接基本上算容易的哈，就不成功率很高，入门款。好，那我现在打算
金枣，啊，宜兰的金枣，很好的一个直接鲜食的一个，它应该也是柑橘类，连皮一起吃，对，连皮一起吃，然后这里我就从这里切掉，它的皮会甜，就是好吃啊，直接。然后之后再把这些小的叶子修一下，这些我不打算全部修掉，因为我要维持它植栽还要是活的啊，这样子就一个啊嫁接，然后再来再做这一颗。接这一根，这里这个位置，长切面，然后石蜡模我习惯是切半再来缠，最后把上面的切面这个地方再包一下，啊，这就是金枣的嫁接，啊，接了两个，然后我待会再套一个在那个小烟袋。套两个夹链袋，好，啊，写上日期，112年4月4号，
可能要套个几个礼拜。今早，来。好，就这样了，完成了两颗十升，好，一个嫁接，好了，记录到这边了 ，OK， 就这样了。